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修炼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上节课呢，咱们讲了函数的定义和函数的结构化编程的一些应用，对不对？和使用函数的优势。那妹子，你跟大家说一下，函数这个是如何定义的？函数的定义，对上节课他说的，函数是一个功能代码段。对，确切的说是完成指定功能的，指定功能的一段已命名的代码段，好吧？那咱们现在这节课开始，咱们就先学一下如何自己写函数，对不对？那上节课咱重点还提过，你在完成一个项目，有70%-80%是系统已经写好的功能，你拿过来直接使用，对不对？有20%-30%呢需要自己去完成功能，对不对？如果自己都会写，自己会用自己写的或者用别人写的，那你就会用系统的，听懂吗？是一样的规则，听懂吗？那咱看一下如何自定义函数。还记不记得咱们前面在讲循环的时候，咱们做过一个隔行换色的一个表格啊，对吧？那妹子，咱把这个表格写出来，对吧？那咱打印表格，这个表格是不是一段指定的功能？是，就是打印表格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咱们做一个函数。那咱先不做函数，先把那表格写出来，对不对？这块看一下 echo 什么呢 ？table 是一表格，边块等于一，对吧？宽度等于800吧，好吧？然后 lig 放在cint 中间，看到吗？然后我们有开始的符号，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结束的一个表格。咱说了，写表格是一种技术，多少格子，对不对？对。最特适合的用哪种循环呢？for。对 ，for 循环，妹子说的不错 ，for 循环。这里边我先 cpt， 我先把表格的名字写表面写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块用上黑体一号字。H1 斜杠 H1， 然后这块比如说表格，好吧，然后用 for 循环去写，这里边先 for 循环 $f 接等于0 $f 接小于，比如说里边打印的列，对不对？那假设10列，对吧？ $f 接加加，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循环一次，输出什么？输出一个 td， 里边是列嘛，斜杠 td， 对不对？里边我先随便放一个数字，比如说9，对吧？然后外边呢输出一个 tr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一行斜杠 tr。 现在是不是一行10列的一个表格啊？我现在想它有100行，那前面咱们用什么？是不是来再来一个 for 循环？ $f 等于0 $f小于100 $f 加加，当然我这块也小于10行吧，100行太多了，对吧？然后看一下，那这段功能是不是就能打印一个10行10列的一个表格，对吧？但这表格咱说了还要是隔行换色，对不对？那这块比如说 bg color， 我这块用一个背景颜色叫什么呢？叫做 $bg， 可以吧？然后隔行换色，我这里边就可以是，如果$f 和2球模等于0的时候，我就要$f(b) 接，或者是我这边可不可以这样写$f(b) 接用一条指令去写，等于什么？如果是$f 和谁取呀？和2取等于0的时候，对吧？我问号就将偶数的时候就将井号，比如说1234566一个灰色的给他，否则将空过的过给他，不给他，好吧？这样的话隔行换色的颜色是不是就出来了？我们运行一下这边代码，看一下结果 .cost 看到了，然后 test.php 运行一下
啊，这个表格我们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很大气一个表格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在这里边把这个数字我们再改一改，好吧？这里边别光放九，我想这样子从零到一百的话，如果我直接放 i 的话，放 dollar for 接的话，那它每次都是零到九，零到九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每次都是零到九，对吧？如果我直接放 i 的话，每次都是什么？每一行是一，一行是二，对吧？一行是三，一行是九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想从零到九十九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嗯，比如说这个值应该是第几个值？应该什么值？现在方选这个，一行、两行、三行、四行，是不是第五行？一行有十列，第五行是不是已经过去了？过去了五十个，再加上接的几个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呢，这里边呢，每一个行数就是什么？当前的行数乘以整行数，再加上接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当前的行数是不是 dollar for i， 对不对？乘以什么？乘以它每一行有多少个？乘以十，再加上现在是第几列 ？dollar for j， 对不对？那大家有可能说，你看有发懵的，是不是你还没弄明白？我没说你说一个观众朋友，是不是还没弄明白这个算法怎么来的？好好琢磨琢磨，你会知道的。咱这块就不重点解释这个了啊，嗯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数字，这是什么？从零到九十九，对吧？这样的一个格子。那这个现在咱说了，咱们这节课要讲的函数，这只是复一下咱们 for 的一个循环结构，对不对？嗯，咱说了这一段是完成一个指定任务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想把它看成是代码块的话，我需要把它用大括号括起来，是不是就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了？这就是代码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再给它命个名字，对不对？既然是打印表格的，我这名字就叫的 table， 可以吧？嗯，那这是 table 大括号，这不是什么语法，对不对？嗯，前面我再加个声明，咱们声明的是函数，对不对？加个 function， 听懂吧？所以再回顾一下定义，怎么定义的？函数是一段完成指定功能的已命名的代码块，这是完成指定功能的。命个名叫 table， 用 function 声明的，是不是函数的代码块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我们这块还有个括号，后边我会解释这个括号什么作用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把表格，原来不加函数的话是可以打印表格，对不对？那加上函数之后怎么办呢？怎么呢？对，做成一个结构体了，这结构体你就可以留作备用，对吧？留作备用。那现在什么备用呢？你不用它，它就不起作用，我现在是没用它的，是不是就不起作用？所以呢，这个函数你看一下，现在是不起作用的，但是确实它是一个准备要执行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时候执行，由你来决定，对吧？执行的时候就必须得调用一下才可以，那我们看一下函数怎么调用呢？因为它是一段完成指定任务的已命名的代码段，对吧？它有名字，每个函数都有名字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名字就能代表这个函数，所以通过名字来调用一个函数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怎么调用呢 ？table，table，T-A-B-L 表格加括号，别忘了后边是不是名字后边咱有括号啊？括号是必须的，一会儿咱再说括号什么意思。现在咱们就可以打一个表格了，看到了吧？是不是就可以打一个表格了？大家也要。注意一下这个，现在就是 table 可以打印表格了，那函数就必须得调用，对不对？那调用的时候，我可以在下边调用，那不声明先使用，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用啊？上边可不可以调用啊？对，嗯，如果在系语言里边，这样是不行的。系语言必须得用头定义告诉整个页面都有什么函数，你才可以这样写。但是后期的语言，因为这样的用的形式是很多的，所以后期语言呢，只要函数有声明，不管在调用的前面还是这个后边，它整个脚本都能找到，默认都帮你怎么告诉系统了，说有这个函数。OK， 所以咱可以在函数上面调用，也可以在函数下面调用。现在我这个就是在函数的上面调用还是在下面调用啊？你看，是不是两个表格打印了？这能说明什么？
这一段指定功能，只要我用一次，我就调一次，是不是就行了？提没提高代码的可重复性？提高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看，我调两次，对不对？上面可以调，下边可以调，对不对？现在我让它变成，比如说20列，你看，我只要改一个地方，对，是不是两个都改了？我调200次呢，我是不是改一个地方，所有地方都能改，对吧？这是不是代码的可维护性要好啊？我只要改一个地方，所有调用这地方是不是全变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提高了代码的可重用性，是不是？嗯，那都说了，那有肯定有人又会问说，这不连续输入两个表格吗？我不用这个函数，我在外头再加个循环，不就可以了吗？对不对？比如调用十次的话，我连续10个循环，你看这样的话，是不是调用10次？我干嘛非得写函数？我连续写10个循环不就可以搞定这个事？跟你这个结果应该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但咱前面讲循环的时候重点提过，循环一定要有什么？要有规则，对吧？那这是连续的表格可以。那比如说输出第一个表格之后，对吧？我这块输出一行一，对吧？那第二个表格之后，我这块打印一行 X， 你看有啥规律吗？对不对？第三个表格之后，我输出 Hello World， 你看这有规则吗？在一个循环体里边，要有不同情况的一些打印输出，或者是其他事情需要处理的话，是不是就不可以啊？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，你看我上面是不是这样？那你像这样的结果，打印的结果，你能用一个循环就搞定吗？对吧？不可以。所以呢，我们是在程序里边，如果把一个东西做成一个函数的话，想用的时候一调用就可以了，它函数就执行了。那这个就是能把咱上节课介绍的什么可容性、重复性、重复使用性，对不对？然后可维护性，还有什么可代码可靠性，对不对？等等等等，可靠性这些基本上都发挥出来了。这就是咱们函数的简单的声明。当然了，咱函数声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节。那这因为时间关系，这里边咱们就先认识到这里，好吧？那这节课咱主要就是先了解什么是一个函数，对吧？声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函数，对吧？嗯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。